您要给我请先生教我读书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倒也不是，只是我的学问，怕也是没有先生愿意教我。姨宁，我们英国功夫一直向武，很少有文墨，而且现在朝中重文轻武之风盛行，我觉得你多读一些书，将来对你还是有好处的啊。只是，哎，先生的事你不用担心，他一会儿就过来。待会儿他来了，如果你不喜欢，那我绝不勉强，好不好？国公爷，陆侯，父亲，这就是您给我请的教书先生。魏姑娘，我可以教你习武，这教读书我恐怕不行啊。不过魏姑娘要是想学，我也可以陪你，就像以前我们。陆侯，请您自重。罗慎元，允儿，这才是我给你请的先生，你的状元兄，罗司政。怡宁读书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